和黑三，今天呢是我们的马西索户外吃播第二集，猜猜今天吃什么吧？没错，今天咱们吃麻辣烫。别管了，太激动了，到店里了。现在还很早，咱们可以多吃一点吧。经纪人姐姐真的很爱香菜的一个人，香菜牛肉，这不得瘦死？谢谢。想吃吗？冒着烟呢，打咩？马西索牛肉丸，你什么时候点的？空口吃香菜，香菜刺客，真的很香的。最后咱们再来一口蘸满辣椒的鸭血。林悠悠首次视频里露出全脸，这一大盆火辣辣吃下去，是个人都会热的吧？广州高温天气，买杯喝的995自己吧。救一下你吧，走吧，995995。这里就有一家柠檬茶店，快快快，你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新品吗？血脉乘以茶救星球斑斓饮品。血脉不是口香糖吗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力。老板，就拿个这个。还可以啊，谢谢。如果买我们的新品的话，可以送一个券卖哦。这是送的，对的。今天其实我也有这一个。这个联名看起来很酷哎，让我们赶紧来喝一口。Ring ring hill 啊。这个联名的口感超酷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真的能喝到那种血脉口香糖的味道。是这一款，咱们做女团的，平时包里呢就会放一个这个口香糖，像它还有很多果味的，还有薄荷味的，我都是很喜欢的。放一片在嘴巴里嚼很久，还是会有很清新的感觉。像我这种女大学生兼职 idol 的，回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也会立马来一片，不仅可以提神醒脑，吃完就感觉很解压。没想到吃了这么久的血脉，今天还能喝到。喝完以后感觉整个人都清凉了起来，可以说是夏日必打卡了。今天就是一个大满足，不仅吃了想吃的东西，而且还发掘了这款血脉乘以茶救星球斑斓特饮。下期户外吃播你们还想看我吃什么？评论区见。抖音。